今天从早到晚啊，都是压倒性的压制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新闻。早上就有一点感觉，一直在交错。哎，这是很妙的，叫什么？我们在邻里在运作，有没有觉得？这邻里在运作，运作，哎，很有意思哈，邻里在运作。你有没有觉得这？他们真的是前途暗淡啊！新闻部啦，新闻部啊，东森好像有很大嘛，还有什么电影部什么的，新闻部啊，新闻部之前前途暗淡有没有？整天都被我压制嘛，对不对？整天把他压制。像都是这个族群啊，你就散到旁边就好了。你要反政府啊，你就去加入年代，对不对？他们每天在检讨政府。那你要帮助政府啊，你就加入中天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就是国民党，我们这个台湾的当局的色彩的嘛。那你要跟我们在一起啊，我现在就是减，到最后就是 TVBS 比较适合啦，也不是说我跟他们有什么好，是不是？是比较适合，他没有什么政党背景，对不对？那比较适合啦，是不是？这也没有互相否认，对不对？也没有直接认识，也没有互相否认，就比较适合了，还。那他没什么政党背景嘛，对不对？那也没有人，他也没有否认，对不对？我乱泼他什么，他从来没有否认过，对不对？没有否认就是承认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加入我们这边的啊，你就到 TVBS。我说那些这东森那些哈，那你要检讨政府啊，你就去年代，对不对？你要帮助政府啊，你就去中天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国语族群的？你看，今天从早都被我压倒性的胜利嘛，现在7、8点了，他也没什么起色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都在邻里运作哈。今天这样，明天这样，后天这样，你这不就没得玩了嘛，是不是？